还给你。不要他，我也不要你。你还好吗？你谁啊？我是季军翔。季军谢。季军翔。季不行。我是季军翔。啊，我知道，你是个骗子。骗子，放我下来！他怎么骗你了？你听说过狐狸和兔子的故事吗？什么故事？从前有一个狐狸和兔子约了一起爬山，爬爬爬爬，突然狐狸吧唧摔了一跤，兔子就说：“那我在山顶上等你吧。”狐狸很认真地爬了一年，终于爬到山顶，结果兔子根本就没有在等他。那你知道兔子这一年是怎么过的吗？他怎么过的？兔子自己到了山顶，他最期待的就是每个月一次的电话，他最害怕的就是每次挂完电话之后漫长煎熬的等待。他以为他能等待的结局是两个人能够在一起，但没想到狐狸居然突然消失了。没有消失，我们都变了。我没变，我一直想和你在一起。喜欢他了，还给你，我不要他，我也不要你。